Hello， 大家好，夏天来了，做一道清爽的菜。淮山切片，切完泡水，萝卜对半开。来教大家快速切出菱形片。主页有1000多道菜，每道都很详细，觉得对你有帮助就收藏。自己做的菜跟家人朋友们分享，真是一件美滋滋的事。准备拍蒜，锅里下水，加盐、大豆油，煮开下淮山、甜豆、胡萝卜，烫至变色捞出，热锅下油，下蒜头煸香，悄悄下素菜，加盐、味精，大火炒入味，玉米淀粉兑水勾芡汁。酒店炒菜为什么那么亮？就是多了这一步。看多看完了，那就支持一下吧，谢谢你们。